太乙真人派人送来了还魂丹。哎呀，这下哪吒有救了。敖丙用了金蝉脱壳之计，留下张龙皮捡回了一条性命。他疲惫地朝魔头山走去。敖丙呢？娘娘，敖丙给哪吒打死了，他死得好惨呐，请娘娘为他报仇。你说什么？你一定有办法了。嗯？娘娘，你有办法了。哼，哪吒他死定。蛇眉，你拿着这张龙皮去见东海龙王。是。干娘，我回来了。我早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敖丙，你那金蝉脱壳之计还瞒得了我吗？干娘，我不行了。你先去养生洞歇着吧，回头我再设法让你恢复元气。多谢干娘。哪吒服用了太乙真人的还魂丹，身体渐渐康复了。
哪吒哥哥喝水吧。海龙王向李靖发出了最后通牒，限他53刻交出哪吒。哼，岂有此理！东海龙王，凭什么要我交出哪吒？你欺人太甚！你知罪吗？我有何罪？